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感谢我们有爱心的校长安排这次大家能够在一起。不但如此，我刚刚在校门口还看到很多爱心妈妈在为各位准备爱心午餐，好吃的三明治。那我利用短短的时间来跟各位讲一些，既然定叫生命讲座，那各位，你这个身体是不是生命啊？对，那如何让你的生命快乐？什么叫快乐？念一下，健康。念一下，健康，不生病，有钱，家庭美好，外表漂亮，很会读书，将来帮助别人。那我们来研究这个好不好？怎么样变成一个健康、快乐、有钱、能够帮助别人的人？那我想这个是生命教育最重要的。爸爸妈妈希望你将来做有用的人，对不对？阿公阿嬷希望你永远健康，对不对？那我问同学好了，这杯水是甜的，为什么会甜的？对了对了，因为你加了糖，所以它变甜的。你要得到快乐，要了解快乐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好，再问一下，这杯水为什么变咸的？为什么加盐巴？对了，哦，加糖就变甜的，加盐巴变咸的。所以你的生命快乐跟痛苦是不是自己决定了？念一下，自作自受。对了，每一个人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女同学要不要长得越来越漂亮？要。你知道为什么会漂亮吗？为什么会漂亮？经常微笑。刚刚有六个同学拿着粉红色的花带着师傅回来，他那个花漂不漂亮？是花漂亮还是人漂亮？花了，花比人漂亮，所以他要拿花。但是如果他脸很漂亮，他就不用拿花了。我们就看他好漂亮的脸哦，啊，那一个人为什么脸很漂亮？就像各位这样，现在在笑，漂不漂亮？如果你在哭的时候，漂不漂亮？哎呀，好丑。所以一个人要长得漂亮，念一下，多微笑，不生气，多送花，脸就漂亮。这很简单，背六个字。行为反作用力。今天我打你一下，你会不会打我？会啊。今天我拿糖果，你会不会对我笑？所以你对我好跟打我是决定在我对待你的方法，这样很简单。一个人为什么皮肤会很白，你知道吗？皮肤会很白就是经常点灯把暗的地方弄亮起来，经常在阿公阿嬷祖先面前要不要点蜡烛啊？
对，阿嬷拜佛的时候要不要点灯啊？对，点灯让它亮起来，皮肤会不会白？那一个人为什么皮肤会黑？人家点灯，你敢用花旗啊？你，你得变黑人。所以很简单的道理。然后女同学要不要皮肤很细？要不要不要长皱纹？很简单，不要乱丢纸屑，把地上扫干净，皮肤会不会细细的？你到厕所乱丢纸屑，好不好？你的皮肤跟那口皮赶快皱皱的。所以很简单的道理啊。哦，我刚刚进来，我们这个墙壁画得漂不漂亮？好漂亮！画墙壁的人以后外表好漂亮。很简单，所以再念一次，来，善有善报。你对世界笑，世界对你笑。我们来选，我们全校哪一个人眼睛最漂亮，好不好？要不要？一个人为什么眼睛会漂亮？来念一下，不瞪人家，用漂亮东西给人家看。今天你让别人看到东西都很漂亮，你的眼睛不瞪人家，眼睛就很漂亮。一个人为什么鼻子很漂亮，你知道吗？为什么？想一下，用最香的东西给人家闻，香的花香水一闻，好香啊。有些男同学没水准，上厕所不冲水。阿伯平夜就奶奶啊，你啊，因为他让别人鼻子不舒服啊。同学们要不要牙齿漂亮？念一下，不骂人。你爱美人嘴齿落了了，我跟你讲，嘴巴很丑，不好看。同学们，男生要不要长高一点？为什么会长高一点？来，注意听哦，念一下，尊敬老师，尊敬老人，多拜祖先，身材高大，不尊敬老师，生命大喊一个一个。所以各位，原来你长得高长得矮不是神决定的，不是爸爸妈妈决定的，爸爸妈妈才不会不好心说我给你生了卖个细汉，爸爸妈妈不会这么做，爸爸妈妈都希望你长得比我高，你将来比我有钱，对不对？你比我健康。但是各位呢，这个要决定在你的行为。所以念一下，行为主宰命运。所以你各位，你要注意你的行为啊。如果你这个人喜欢骂人，会怎么样？来念一下，爱骂人，声音不好听，唱歌很难听，那怎么办？所以从今天开始回去，今天晚上回去看到妈，哇哇，你就帅哟，哇你啊，爸爸，哦，你就缘投哦。今天老师又穿一件新的衣服进来了，大家就鼓掌。老师为什么鼓掌？帅帅帅！那老师就很高兴，大家都一百分，你说我帅啊？为什么？因为你的嘴巴很甜呐、啊，那你讲的声音人家喜欢听啊。所以来跟我背一下，不骗人，口才就会好。演讲第一名啊，英文讲得好啊。第二呢，不骂人，声音就好听。第三个，不背后说人是非，讲话别人喜欢听。有一种人讲话，你跟他听公文，你就想要走啊，因为他讲话好讨厌，都讲别人缺点，这样不好。所以背下来，舌头要绑安全带。所以各位，要嘴巴漂亮，要牙齿健康，要讲话可以帮助别人，那你要改变你讲话的方法，好不好？再来，我问各位，要不要活到八九十岁、一百岁？要不要？那怎么做？念一下，
不要杀蚂蚁，不要杀蟑螂，要爱护生命。你好，卡扎西，你马卡扎西啊，你听到不？来讲一个故事好不好？有一个小和尚啊，他6岁就出家了，住在山上跟老和尚在一起，每天念经念经啊，很快乐。但是他妈妈住山下，很想他，很想他，因为他说他要出家，没法度啊。结果有一天老和尚早上起来打坐，哈，就在那边哭啊。老和尚为什么哭？哎呀，我这个可爱的小徒弟啊，在7天就要死了，7天就要死了。老和尚心里很伤心啊，7天就要死了。他就跟小和尚说，师父放你假，你妈妈在家里很想你，你回家住8天啊，住8天再来庙。因为老和尚想说，他妈妈那么爱他，真的他如果死了就叫他回家，至少他妈妈在他身边啊。结果小和尚很高兴，哇，师父放我假。各位，出家很痛苦耶，出家3:30就要起床呢，要起来叩叩叩叩叩念经呢，要起来打坐呢。那为什么要念经打坐？就是控制自己的心，不乱，不生气，不乱来，不贪心。你能够控制你的心，才可以控制行为嘛。结果小和尚回家以后，妈妈高不高兴？请问和尚能不能吃肉？不行。为什么和尚不要吃肉？因为我们在培养爱心啊，爱小动物啊，爱他怎么会吃他？家里有没有养小狗？哦，有养狗的人会不会吃狗肉？不会，因为你爱他嘛，爱他就不会啊。所以然后他回家以后，他妈妈就准备很多蔬菜啊，摘洗好，洗好准备煮给小和尚吃。但是他洗好那个菜以后啊，那个洗好菜的水往外面泼，古时候没有水泥啊，都是泥土地，凹凹凹凹的，结果有很多蚂蚁在那边找东西吃。他妈妈的水泼出去，蚂蚁有没有淹水淹在里面？然后小和尚看到了，哇，怎么办怎么办，哇，我师父叫我要爱护动物，他不知道怎么救，他就把他衣服脱下来，然后浸在水里面，慢慢慢慢慢把那些小蚂蚁都拉起来，救了小蚂蚁。然后就跟他们说，妈妈妈妈，你为了要煮素给我吃，杀死这么多蚂蚁，你差一点杀很多呢。他妈妈，哎呦，拍谁哦？他妈妈心里很高兴，哎呦，我的儿子去住在庙里面，现在变成很有爱心，很好很好，妈妈很高兴，好好好，妈妈以后要小心。结果他在家里住了7天，不但没生病，到8天起来，哎呦，我师父在山上一定很想我，他就跑上去了。结果跑上去，他师父正在房间哭啊，可怜的小徒弟已经死了，我那个念经哦，哭哭哭哭哭。结果他师父正在这边哭念经，那小徒弟，师父我回来了。你讲他师父怎么讲？哈，看了鬼跟走。那你说，那你不是死了吗？我很好啊，很好啊。那师父奇怪啊，我一辈子修行很会算，怎么会算错呢？那师父又跑到房间又打坐一算，哎，他现在可以活到96岁啊。各位，他就把他小徒弟坐下来，你做什么好事啊？没有呢，因为我妈妈差一点杀死很多蚂蚁，我救了他。各位，哇，这个小徒弟救了100多只蚂蚁，有没有救了自己啊？对啊，救100多只蚂蚁就救了自己的命。所以同学，这个故事重不重要？一个念头行为改变就救了自己啊。再听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我们南部很喜欢拜一个孙神医，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医生，叫孙思邈神医，他是中国7个修行人其中一个。那这个孙神医为什么大家很尊敬他呢？他开的草药任何病都会好。他为什么会有这一本书呢？他为什么会懂得医人呢？这里面有一个好心的故事。这个孙思邈仙人，他年轻在修行的时候，有一次要到山上去修行，结果他在路边呢，看到有人抓到一只大鲤鱼，很肥啊，准备要卖，那很多人就出钱要买，结果那个卖鱼的卖得很贵，大家出不起。那这个孙思邈呢，他身上只有一点点钱，他全部的钱，他想说，哇，这只鱼如果不买下来会被杀掉，那我全部钱买完了，那我就没有钱到山上去了。不要管那么多了，救命要紧。
他就把他全部的钱都拿出来，跟那个卖鱼的说：“卖给我，卖给我，这只鱼卖给我。”那个人说：“哇，你出的钱最多，好，给你。那你要怎么吃它？”他说：“没，你不要管我，卖给我就对了。”结果他把他整个桶子拿过来，跑到旁边，咚，给他倒下去。全部人说：“你讨个派气啊！我们都要把它买回来杀。”结果你花这么多钱，嘣，给他倒回去。然后孙思邈说：“他好可怜啊，不要杀他。我虽然没钱了，但我很快乐。”结果他倒回去以后，他就没有钱坐车了，他慢慢走。结果他慢慢走很远，晚上就睡在树下，睡在树下，晚上做梦啊，梦到什么？海龙王来找他。这个海龙王说：“哎呀，你这位好心人士啊，你救了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被人抓了，要被杀了，你把他救下来。我现在带你到龙宫，各位，水里面有个很大的龙宫哦，我带你到龙宫来，里面有黄金珠宝，我都送给你，因为你救了我儿子。”结果孙思邈就跟这个海龙王说：“我是修行人啊，我在追求帮助别人的方法，我不要钱，所以谢谢你，救命是我该做的。换成是你，海龙王，你也会救啊，对不对？”他这个海龙王更感动，哇，这个世界有这么好心的人，他就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他。海龙王说：“我海龙王宫里面有一本救命的药籍，所有的病都可以医。这一本救命的药籍送给你，你这个好心的人绝对不会去害人，也不会拿这个去赚钱。”所以孙思邈才可以拿到这一本救命的药籍，拿到以后开始修行，所以成为孙神医啊。那在台湾很多庙都在拜他。所以各位念一下：好心有好报，帮助别人就能帮助自己，好不好啊？很重要哦。啊，你的阿嬷生病，结果你在路边看到一只流浪狗快死了，甚至你赶快拿你的包子给它吃，那只流浪狗吃一吃，身体比较有力量了，可以跑了，那阿嬷身体会不会好？很简单哦，你要帮助阿嬷，就是去帮助可怜的，就是在帮助阿嬷。像我为什么出家？我的妈妈得癌症啊，因为我妈妈以前自己养鸡，自己杀鸡啊。她为什么养鸡？养鸡给我们吃啊。啊，她不去买外面的鸡，她说自己养的鸡呢有鸡鸡。哎，买别人的鸡，她假如起疗有化学原料，我妈妈自己去抓蚯蚓啊，抓泥鳅啊，然后养自己的鸡，养一养给这些儿子吃，这样啊。啊，所以我妈妈就后来得癌症，很痛苦，很痛苦。那个时候啊，我看到我妈妈那么痛苦，我开始懂了这个道理，我就发愿不吃肉了。然后我去救很多鸡啊，我救了1000多只鸡呢，把它养在山里面，养起来，救它。然后我跟我妈妈说：“你不要再吃鸡肉了，不要再杀鸡了。”然后我准备来修行。那时候我不敢跟他说我要出家了，我说我会好好修行。结果我妈妈病就好起来，我妈妈到现在还活着呢，还活着呢。所以后来我妈妈再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没有癌症细胞了。我妈妈就拉着我的手：“哎呦，你很孝顺哦，你替妈妈做的好事你一定要去做。”她就拉着我的手：“那你决定要做什么？”我说：“妈妈，我为你出家。”我妈妈就一直哭啊，她说：“你出家会很苦哎。”我说：“妈妈不会啦，出家去爱众生，去关心别人，去做老师，你看我苦不苦啊？很快乐啊！我现在跑到全世界去告诉别人快乐的故事啊，爱心的方法啊，多快乐啊！但至少我妈妈现在老了，偶尔生病，她就会找我，快点快点，快回来，你母啊，搁你破病啊！对不对？那我就赶快就替她做好事啊，念经啊，妈妈就好一点啊。”所以再听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有一个女孩子哦，活到40岁，个乌个败，无人要娶伊，嫁不出去，她觉得很自卑啊，她觉得她活得很痛苦，她长得这么丑，没人爱她，所以她就跑到河边，咚，跳河自杀。哎呦，不能自杀哦，自杀是会下地狱的，自杀会让爸爸妈妈所有人伤心，这是不对的事情。结果有一个老和尚在河边打坐，赶快跳下去把他拉起来救起来。
那救起来这个女孩子就哭了啊，老和尚你不要救我，我活在世间很痛苦，我的生命是个悲剧呢，你看我脸长得这么丑啊。老和尚说你不要这样想，活着都有用处了。老和尚就告诉他，你看那个乡村有很多可怜的老人啊，没有人照顾，独居老人啊，有个老人院，很多老人在生病。老和尚我告诉你，你去照顾他们，你会得到快乐。如果你去照顾他们还不快乐啊，你回来找我，你回来找我。那这个女孩子想一想，既然没死了，老和尚又这么好心，她就去老人院照顾那些老人。结果她天天去照顾，心情就好起来。哎，以前很自私，想到自己的爱情外表觉得很痛苦，现在去照顾那些可怜的老人，自己心情就好起来。所以她就住在那边不出来，天天照顾老人。然后那个老人院有一个董事长负责出钱的，出钱就帮助老人。这个董事长经常去，哎呦，里面怎么有一个女孩子，听说免费天天来照顾老人，哇，她真美哦，她真漂亮哦，哇，这位有钱的老板啊，偷偷爱上她，他经常跑去看她，哎呦，这个女孩子真美哦，真有爱心哦，所以他就跟她喝，请她喝咖啡，谈恋爱。就把她娶回家做太太。哇，一个丑丑的女人嫁在一个帅帅什么高富帅的老公，她命运有没有改变啊？对啦，你想，自私就痛苦，慈悲才快乐。然后这个女人改变命运以后啊，她更有爱心哦，她的老公更赚钱，照顾老人，照顾孤儿，生命有没有改变啊？所以各位念一下，念头改变，命运就改变。所以师父讲这几个故事，本来七天要死的小沙弥救蚂蚁变成长寿啊，本来自杀的女人开始救老人，自己也得到快乐。孙思邈神医不自私，奉献自己的钱救要被杀的鱼，而得到了海龙王给他药草秘籍，让他成道啊。好，再讲故事好不好？我讲你回去来供阿嬷听好不好啊，供阿公听好不好，让阿公快乐，让阿公快乐，你心情会很好。讲一个笑话好不好？我这个笑话讲30年了，我再讲一次。有一次小明跟大明讲过了啊，再讲一次。然后呢，他们两个去学校，他爸爸买了一只鹦鹉回家。然后这个鹦鹉呢，他们一开始想说这个鹦鹉有什么好玩呢，又不能玩。后来有一天无聊嘛，他就去，两个人就去摸鹦鹉的脚啊，去摸鹦鹉的脚，然后呢架咖架咖逗咖逗咖。所以然后呢，这只鹦鹉很厉害啊啊，你跟他讲溜也架咖，那他就会有表情，溜也逗咖会有表情。所以然后训练到这只鹦鹉呢，该溜架咖他也会讲话，溜逗咖他也会讲话。所以他们两个就觉得很好玩，溜架咖吃饱未，溜逗咖有赢无，然后他们两个大明跟小明训练好了，来这样连是溜架咖吃饱未，溜逗咖有赢无。结果他们拿到学校以后，同学都来给架咖吃饱未，溜逗咖好好玩了，大家来玩。就有个同学恶作剧，他大家都没地耶，他看到这鹦鹉能给卡到顶六，你知道那只鹦鹉夹什么？你夹把修英雄。来，再背一次，来，溜架卡，夹把呗，溜豆卡，无赢不？到顶六，你夹把修英雄。我的意思是说，你回去跟阿公说，阿公阿公。你现在躺在床上在咳嗽没关系，我跟你溜架咖你要打这个，我跟你溜豆咖你要讲这个，然后等一下你两只脚一起拉，阿公你别攻下来，然后你跟他讲，阿公会不会笑起来啊？笑起来心情好啊，快乐啊。好，
那继续讲故事好不好？有一个小朋友跟他爸爸去外面做生意，结果晚上回家了，快到家里，结果小朋友经过森林里面，有一只鸟在滴滴滴滴叫，叫得很可怜。然后这个小朋友说：“爸爸，爸爸，为什么有鸟在叫？”爸爸说：“天黑了，赶快回家，赶快回家，天黑了。”他说：“不行，不行，那只鸟叫得好可怜啊，爸爸，你不是叫我要爱护众生吗？那鸟好像受伤了。”结果他爸爸也没办法，这个小孩子一直找找找，终于找到那只小鸟。原来小鸟被其他的动物咬受伤了，一只脚受伤了，翅膀也流血了。然后终于小朋友找到，他说：“爸爸，爸爸，不能见死不救。”他爸爸说：“好吧，好吧，赶快，赶快，天黑了，万一回不到家。”然后小孩子就帮那个翅膀擦干净啊，然后身上有药把它糊一糊。然后他爸爸就那个脚断了，用个小木条把它绑起来。然后那个小朋友说：“爸爸，不能丢在边啊，会死啊，把它带回家。”他们就把这只受伤的鸟带回家，虽然回到家很晚了，妈妈都骂了。结果这只鸟养在家里，买一个笼子养了7天，翅膀也恢复了，脚可以走路了。那脚可以走路呢，其他的鸟听到有鸟在叫也会来。那这个小孩子很爱这只鸟，因为他照顾他终于好了，很爱他。但是看他关在里面又不好，他就跟他爸爸说：“我应该给他放了。”结果他爸爸说：“你很好心，对啦，医好了应该放他回家。”结果打开就飞走了，那小朋友就哭啊哭啊啊，因为他已经很爱他。到了晚上，他做一个梦，他梦到有一个就像那只鸟的身体黄黄的一个小朋友跑出来，给他三个玉环，做梦：“谢谢你救我，我给你这三个环，祝你家发财。”结果他想说做梦就算了，结果早上醒来，诶，床旁边三个手环呢。结果他就把这个三环，一个给爸爸，一个给妈妈，一个自己带。从那一天开始，他爸爸就一直赚钱，一直赚钱，一直赚钱。后来书里面说，这个小孩子还考到宰相呢。同学们，你救一只受伤的鸟，有没有改变自己命运啊？这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念一下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点要记住哦。再来，同学们，我问你，在家里有没有孝顺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不在，要不要继续孝顺？要啊，爸爸去台北工作啦，妈妈去高雄上班啦，没办法啦，阿妈照顾你，但是你永远还是要孝顺爸爸妈妈，好不好啊？每天做好事，愿爸爸妈妈赚钱，不管他在高雄他在台北，愿阿公阿嬷健康，你要继续这么做。所以听我讲一个孝顺的故事好不好？有一个国王，他在宰相的帮忙之下，终于建立一个国家，蛮大的。他生了三个儿子，等这个国王慢慢老了，他把国家旁边的三块土地给他三个儿子慢慢去经营，叫诸侯了，叫诸侯啊。但是这个国王老了，跟皇后老了，那个老宰相有一点不甘愿。这个老宰相想说，这个国家我用我的生命帮你打仗，终于打起来了，现在我老了，然后你把你的国家给你的儿子，那我都没份。他起了坏心了，这个老宰相就带着军队，趁国王跟皇后在睡午觉不注意的时候，把他怎么样？杀掉。杀掉还不够，他还要把他三个儿子全部杀掉，斩草除根，他才可以篡位，抢国家的皇帝的位置。所以他又带军队到大王子跟他太太儿子的家，把大王子给杀了。然后没多久又带军队，一天之内把二王子全家也杀了。到了下午，三王子每天都会睡午觉，但三王子是一个非常有爱心悲心的人。结果但那天睡不着觉，奇怪，我今天怎么睡不着觉？就起来三王子的皇宫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时候，这里面的土地公，各位家里有没有拜土地公啊？哎呦，土地公是照顾我们全家的，虽然你没有看到他，你初一十五给他拜个面包啊，上个香好不好啊？明天要考试，土地公啊，我给你拜拜啊，让我考试成绩好一点，他会保佑你的，
开车也会保佑你的，爸爸开车出去平安了。所以各位，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神啊佛啊，至少你要尊敬好不好啊？尊敬，像爸爸出国做生意坐船，那拜什么？拜妈祖。妈祖是大海之母，大海之神，对不对？做生意拜关公，关公做生意有信义，等一下再来讲。好了，然后这个三王子他平常都这样爱老百姓啊，尊敬一切，为了这个国家准备了七天食物，带着太太儿子就跑啊。结果因为慌慌张张跑了七天，居然跑到沙漠去了，跑错路线了。然后三个人的东西也吃完了，水也喝完了，这下三个都要死了。那个时候三王子想，不行，我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啊，那爸爸妈妈就白死了。不但如此，他又想，所以儿子也不能死，因为儿子死了这个国家没人接啊。所以那个时候三王子想一想，真的没办法，三个一起死还不如死一个。他想想来想去，谁可以死？他太太，因为他要接王位，他儿子将来要接他的王位，他就找他太太商量，他说，太太，为了这个国家我不能死，你儿子也不能死，干脆这样好了，我们杀你吃你的肉好不好？结果他呢，做妈妈当然很有爱心啊，好吧，为了你们，那我愿意死。结果他拿刀子准备去杀他太太的时候，10岁的小孩子就跪下来，爸爸爸爸，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吃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死的而儿子活的，如果你要杀妈妈，我决定不吃了，我要活活饿死。他爸爸就哭啊，那怎么办？这个10岁的儿子就讲完，他说，爸爸，这样好不好？你们两个养我长那么大，你们杀我好了，不要马上把我杀死，一天在我身上刮3块肉，你爸爸吃一块，妈妈吃一块，他自己也吃一块。他说，搞不好呢，我们这样就找得到那个国家，我们三个都不会死。小王子聪不聪明啊？10岁呢。结果他爸爸也没办法，他说，爸爸，你一定要这样做。结果他爸爸也只好一天割他3块肉。这个三王子有没有叫？他都没哭没叫，免得他爸爸妈妈不敢割啊。一天割3块肉，2天又割3块肉，终于走对了方向，终于看到那个国家已经在很远的地方。最后啊，这个10岁的小王子跟他爸爸说，爸爸，终于看到那个国家了，我现在已经不能走路了，你们把我身上的肉全部刮下来，把我丢在草边，然后你们赶快去讨救兵，然后呢，这个国家就得救了，然后你就不要管我了。他爸爸妈妈也没办法啊，后来只好把他身上肉刮一刮，脸没有刮，就把他的丢在草里面，爸爸妈妈就哭啊，为这个国家讨到救兵了。然后呢，当这个小王子被丢在草边的时候，他身上肉被割完了，人上还有一点肉，那些血腥味，那些虫啊蚂蚁会不会跑过来？对，他们闻到有肉的味道就要来吃。身体痛不痛？痛啊。但是这个时候10岁的小朋友就说了，你们吃我的肉就像爸爸妈妈吃我，虽然我很痛，但是我很高兴，因为你们可以活下来。将来啊，如果我成为神啊，成为佛啊，你们吃过我的肉了，都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我要让你们永远快乐。他就发这个愿哦。当他发这个愿的时候，天上的玉皇大帝的椅子居然震动，哇，人间有人的道德比我还厉害啊。然后他的椅子都快倒了，这个玉皇大帝就跑下来问这个小朋友，你怎么不赶快死啊？啊，你这样不痛吗？身上都是蚂蚁，都是虫在咬你。这个三王子说，没关系的，虽然我很痛，但是可以救更多的虫，将来我如果成佛了啊，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赶快可以收复这个国家，所有吃我身上的这些动物将来都可以跟你一样升天，升天。那个时候啊，三王子还发愿，如果我这么痛，我有一点恨的话，就让我死掉吧。如果我没有恨，希望我恢复，让我恢复，让我爸爸妈妈看到我快乐啊。结果话讲完以后，大地震动啊，玉皇大帝又帮忙，三王子的肉全部都恢复了。不但恢复，所有的神都被他感动，
所有天上的天兵天将啊，每个都去帮助他爸爸妈妈，终于把这个国家收复回来。等这个国家收复回来以后啊，全国的老百姓都说，哎呀，是我们的十岁小王子牺牲生命，我们才收复国家。所以国王跟皇后带着全国的老百姓，就在他尸体丢在那个地方要去祭拜他，结果他的爸爸妈妈带着全国老百姓来找他的肉，找他的骨头，有没有找到？找不到。当大家很伤心，连死掉骨头都找不到的时候，在哭的时候，十岁小王子就跑出来，他们还以为看到鬼了，但是爸爸妈妈还是很快乐啊！我儿子怎么变这样？他跑过来，爸爸妈妈，我没有死，那你身上的肉怎么长回来了？那爸爸妈妈，因为啊，我的爱心啊，发愿啊，玉皇大帝都被我感动啊，然后我发的愿就恢复了。所以各位，这十岁的小王子就是我们现在在拜的释迦牟尼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他为什么成为佛陀，像观音菩萨这么慈悲？因为他把所有生命都当作他的爸爸妈妈，他宁可牺牲自己都要保护爸爸妈妈，保护世界，所以他可以恢复啊。所以那希望大家在家里一定要念下来，孝顺父母，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伤心，好不好啊？孝顺的人身体健康，有钱有人缘，不孝顺的人身体不好。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们最有恩的是谁啊？爸爸妈妈。或许你的妈妈生下你已经不见了，甚至已经离开你爸爸了，爸爸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生下你，养你，给你生命，你永远要报恩呢、啊。啊，所以来念一下，父母给我们生命，老师给我们教育，国家给我们安全，啊，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懂得报恩的思想。这些伟大的佛菩萨神，他经常会变成动物，也会讲话去帮助别人。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像各位，你从小就要培养你自己成为一个，念一下，有爱心有道德的人，那你将来长大一定是健康快乐啊。好，再一个故事好不好？有一个孝子，孝顺的人叫善子。这一位善子呢，他爸爸妈妈也是老了，不能走路了，甚至眼睛看不见了，所以他本来在都市里面赚大钱，但是听说爸爸妈妈老了，他就放弃他的工作，回到乡下做一个贫穷人，那每天种稻田啊，然后呢来养爸爸妈妈。结果因为他的爱心，很多动物都知道。各位，有爱心有悲心的人，动物喜不喜欢他？你很喜欢爱小狗，小狗看到你就不会咬你，你欺负小狗，小狗也会咬你，这样了解吗？结果有一次呢，他到河边去找最干净的水要给他爸爸妈妈喝，因为下游脏了，上游水比较少但很干净。但是鹿，很多野鹿也知道，野鹿也会跑到最高最干净的水，野鹿不喝太黑的水。但是这位善子在取水的时候，那些野鹿都不怕他，都围在他身边，因为他是个有爱心的人。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国王啊，很喜欢打猎，然后他看到一群野鹿在那边，箭就射出去，结果一射出去没有射到鹿，射到谁？善子这一位很孝顺的啪倒下去哭啊。结果国王说，哇，怎么会有人在叫？跑过去看，没有射到鹿，居然射到一个年轻人。国王就很不好意思啊。结果这个善子正在哭的时候，国王，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是要射鹿，不是要射你啊，那你为什么会在这边？那个善子说，国王啊，我死了没关系，因为你不是故意的，但是我最担心的事情是我爸爸妈妈眼睛看不见，如果我不拿水回去，不煮饭给他们吃，他们可能会饿死，这个是我最放不下的。国王啊，如果我真的死了，拜托你去照顾一下我爸爸妈妈。结果讲完以后他就断气了。哎呀，国王就很惭愧啊，很惭愧，找了很多人，终于跑到善子他家，找到他爸爸妈妈。他爸爸妈妈说，儿子你回来了，
国王不讲话，国王说，对不起，我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你的儿子啊，因为我的不小心啊，毒箭射到他了，他现在可能死了，我来跟你们讲啊，希望你们啊，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的。哇，他们两个老人一直哭啊，一直哭啊，哎呀，天地没有道理，全世界就是我的儿子最孝顺最乖了，他怎么会被射死，他这样不公平，这样不公平。那时候玉皇大帝一听到他的爸爸妈妈在哭啊，各位，天上的神会不会疼惜好人啊？会啊。所以玉皇大帝知道这个事情以后，赶快直接，因为善子的尸体就放在外面，他家里的外面，就玉皇大帝就拿上天上的药灌在这个善子的嘴巴，结果这个孝子醒过来了。一醒过来以后，国王觉得很奇怪，哎，你怎么会没死呢？然后善子说，刚刚我看到一位天神啊，拿药给我吃，我就好起来了。哎呀，国王很感动啊，国王就相信，就告诉全国的人，一个孝顺的人，你看连天上的神都救他的命。所以国王自己就把箭折断，从今以后我不再伤害任何动物，连动物都喜欢孝顺的人，所以就把善子封为国家的大官，而且把他爸爸妈妈接到皇宫去住啊。所以各位，我讲到这个地方，孝顺重不重要啊？孝顺太重要了。但是我讲到这个地方啊，希望大家多疼惜小动物啊，那些小猫小狗如果一受伤，他的爸爸妈妈也很痛苦。那我希望各位来念一下，永远健康，不要生病，好不好？因为你一生病不健康，爸爸妈妈就伤心啊，阿公阿嬷就很痛苦啊，这也不是很孝顺。那为了各位的健康，那各位一定要照顾自己。如何照顾自己？念一下，不杀生，爱护小动物，好不好？因为你把它杀了，你可能自己也会受伤。我讲我的故事好不好？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住在台北，然后我们这些小同学很喜欢到河边去抓螃蟹，螃蟹抓起来以后怕它乱跑，就把它脚全部拔断，这样虐待它。那有一次我们回家就看到一条蛇，那条蛇在草里面，我不知道，我就抓一下，我以为是漂亮的绳子，一抓起来一条蛇，我就吓坏了。往后我没有要伤害他，结果我另外一个同学就拿石头泡戏泡戏，我泡戏暗时也吹你，然后他就说打第七节打第七节，我以为第七节是心脏，他开始杀一直打，我也跟着丢石头，后来把那只蛇打得扁扁的死了。那我想说死了就算了，后来经过半年，发生一件事情很不好哦，听我讲哦。这一位同学姓陈，他就跟各位一样穿着短裤。有一天下课回家，他妈妈煮热汤啊，然后请阿兴啊阿兴啊，他妈妈要把请他去把热汤端在桌子上，然后他妹妹肚子饿啊，就坐在桌子上等着吃晚餐。那阿兴啊个子很小啊，他拿这个汤一端上去，不小心翻倒了，太烫，结果那个热热汤烫到他妹妹的腿啊，烫到他妹妹的腿以后，他妈妈一出来啊，快找不给你烤，阿英啊，你不好，去死啦，去死啦，不好，讲这种话。结果我这个同学他就走到河边去自杀了，他觉得很内疚，然后就走到那个地方，然后就走到河里面自杀。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吗？他杀掉了那只蛇，蛇会不会报仇？他找机会报仇，在你心情最不好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引导你的心。各位有没有看过党机啊？党机就是另外一个鬼神附在他身上，一个神附在他身上，然后就让他去自杀，他就这样死了，杀一只蛇。后来就轮到我了，过没有几个月，因为我那个同学自杀以后，我就开始心情不好，没办法去学校读书，我就偷偷都跑到河边去坐在那边，他死的地方，他为什么这边自杀，他去哪里。结果我就经常胸口痛，我告诉各位，我33岁才知道答案，我33岁才懂了这个。我去拜一个老师，那个老师问我说：“你为什么常痛？”我说：“我从小痛到大，而且这个痛啊，是我大哥打我。我那时候我大哥有一次为了一个橘子跟我吵架，打我一直打我，打到他手裂开。然后那个人跟我说：
你这个痛啊，看医生没用的，你有杀死一只蛇。我说你怎么知道？他看见了，附在你大哥的手上，趁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打你，打你，打到手裂开，让你内伤。所以呢，你只要心情不好一生气，他就来咬你。各位，一只蛇而已呢，让我同学自杀，让我痛那么久。后来我知道这个道理啊，我就跪在地上跟他发愿，哎呀，我永远不会再杀生命了。特别蛇有记忆力，所以各位你不要去欺负猫啊，欺负狗啊，你不要以为这个没事，你不要去杀死100多只蚂蚁啊，你本来可以活到90岁变成7、8岁就走了啊。小沙咪活到7岁要死了，他救蚂蚁变成96岁，所以你故意去杀死这么多生命。小蚂蚁跟大象跟人的生命有没有平等？都一样了，都不要痛苦，都要快乐，都有感觉的，都有爸爸，都有妈妈的，你千万不要去杀他，好不好啊？不但不杀他，还要救他。同学们，你吃饭的时候拿一点点饭丢到河里面，小鱼会不会吃？你像我刚才在校门口沿途我都一直撒米撒米，为什么要撒米？鸟会不会吃？那些鸟吃米，它就不用吃小虫，那也救了小虫，也救了米，快不快乐？然后再把这个力量给阿公阿嬷健康，可不可以？给爸爸妈妈健康，可不可以？也让你健康啊。所以再念一次，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呼吸气管不好，多种好的树，那个树给它浇水，树都活得很好。树有没有给我们氧气？对，如果你把树斩掉了，呼吸气管不好，脊椎骨会断掉，真的哦。这你要相信哦，树也是个生命，树上面有很多蚂蚁，很多小鸟，你莫名其妙把它斩断了，也会伤害到你自己。再念一下，行为反作用力啊！所以同学们很注意哦，你今天用卫生纸少用2张，不要浪费。你今天开水啊，不要把它水龙头打开了，不要管它，慢慢流，反正是学校的，又不是我家的。以后你就会贫血，知道吧？啊，你会水分太少，你把干净的水弄脏了，以后你血管会出问题。所以你怎么对待世界，你怎么对待别人，也会这样伤害你，这样了解吗？所以不杀生，多爱护动物，永远长寿健康。第二条念一下，不偷盗，多帮助贫穷人，永远有钱。所以各位要，你要开始去帮助穷人，好不好？每天存1块钱零用钱帮助别人。第三条念一下，不邪淫，男生不要好色偷看 A 片啊，你好色你就会乱来啊。女生不要故意穿得很性感，好不好啊？哪一天你被强奸怎么办呢？所以没有结婚以前男女能不能一起睡觉？不行啊，不行，不要乱来。结婚是要有道德，不邪淫，家庭美满，不会离婚，好不好？第四条再念一次，不骗人，大家欢迎你，信用好。再来念一下，不喝酒，不抽烟，不吸毒，脑筋好，意志力强。再跟我背一次，来，布施得大富。从小你就要开始布施，爸爸妈妈给你零用钱，你拿1、2块钱帮助穷人，丢在那个爱心箱里面，你丢1块，爸爸就多赚10000块，你丢2块，同学们，小小的种子种在泥土，将来会不会开花结果？你从小就做善事，长大会不会大富大贵？那你大富大贵可以帮助更多人，好不好啊？千万不要偷人家钱，不要破坏别人，尊敬老人被尊敬，尊敬老师智慧高。你喜欢数学成绩算术成绩高一点，不要骂老师，不要乱丢算术课本，你算术才会好。你尊敬英文老师，那你英文才会好。尊敬有智慧的人，自己会有智慧，了解吗？啊，帮助穷人，自己会富贵，这很简单的道理。那我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边，再背一次来，行为主宰命运。
好人有好报，做命运的主人。对，用好心做好事，你就得到好命运啊！如果你坏心骂人、设计别人、欺负别人，欺负别人就会欺负自己，好不好？你喜欢赌博，那你将来生的儿子就会好赌博，家里就会败掉。所以各位呢，不要投机取巧，背下自私的人就会痛苦，慈悲的人会得到快乐。所以读书不是为了拿第一名，读书是为了增加自己，服务别人，爱护社会，关心别人。读书是增加自己被利用价值，所以大家做模范生，好不好？好。最后，前面有个地球，这边有个星球，我们要念一下：爱护地球，爱护世界。那各位从今天开始修行，好不好？修正行为，以校长、以老师为模范，来修正自己。读书要会讲中文，要会讲英文，要会讲日文，不是为了赚钱。你要努力读书，你才能够服务更多的人。不要一辈子住在乡下，好不好啊？乡下真好，但是很可怜的台北要去救救他们啊！啊，而且同学们背一句话来：专心就是天才。不要天天玩手机、玩电动游戏啊！你变成欲望的奴隶，要做生命的主人，不要做欲望的奴隶。专心就是天才，控制你自己，你就可以把握生命。好。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Om Sati Sang Sung Tuk Jai Rakkar Ye Kintu Gyur Me Vak Sang Kung Ki Pe Pai Dame Da Pe Yang Ye Na Vere Gyelik Si Pe Pe Mo Zong Yur Chi Gyelik Si Pe Pe Mo Zong Yur Chi阿旃塔共有29个石窟，每个石窟的大小不一，最大可达130多公尺，一般为方形。走进阿旃塔石窟，石窟内部装饰差别很大，有的简单，有的富丽，有的带有门廊。每个石窟都有一个厅堂，在早期佛教时期的洞窟里不一定有佛龛，因为此时洞窟主要用于居住和集会。后期佛龛常见于后墙，一般素有说法像的佛像。在最近期的洞窟里，两侧的墙上、门廊上、前庭也出现了佛像。此外，洞窟的正面一般都装饰有雕刻，内墙和天花板则装饰着壁画。阿旃塔石窟的雕刻品
可分为佛教造像与装饰艺术二种。早期的作品由于风化残损，已经很难辨认。到了中期，雕刻艺术更趋成熟，晚期则达到十分精美的程度，因而创造出许多优秀作品。在29个石窟中，有些石窟保存非常完善，让前来朝圣的佛弟子们皆震撼不已。走进阿旃塔石窟第19窟，窟门外壁面及庭院侧壁有大量的浮雕装饰，比前期石窟更为精致。除佛像外，亦雕有大量天神，其中以前庭右壁之龙王和龙飞及肢体窗两侧之药叉最引人注目。门柱旁二相龛分别刻画燃灯佛受祭和师徒供养的题材，突出布施功德的主题。雕像匀整的罗列于石柱、飞檐、壁龛各处，体现当时高超的建筑雕刻艺术。第19号窟亦有宝石窟之称，窟顶仿木结构雕刻，富丽堂皇，庄严壮观。第19窟是阿旃塔的支体窟，后方的苏堵波基座正面设龛，内雕立佛像，大厅和侧廊间的列柱、柱身、柱头及窟顶横梁早有许多佛龛。柱头为仿斗拱式，与上方之梁方立面均是坐佛、立佛及飞天等浮雕造像，呈现诸佛共聚一堂的庄严景象。